走吧，到点儿了，要八点了，得去幼儿园了。为啥不去呀？头疼。嗯？你这不这两天不待挺好的吗？昨天学舞蹈了。还学舞蹈呢？嗯，还学。嗯。你要不去，把钱白交了。嗯，休不休息？明天、后天休息，明天再上一天，后天就休息了。休息休息，爸爸领你去玩去，走吧。虽然我姑娘不想去，但是我姑娘还是说出了自己话，可真乖，真听话。然后爸爸还给你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爸爸也不喜欢上学，但是我们得学习知识啊。要不不就哄了吗？你都认识好几个字了。你那小草的草，你不记着？我都非常错愕。我说，哎妈，我姑娘还认字呢，这给我乐坏了。叫妈妈，叫妈妈吧。那叫啥来的？看电视那个，那叫更新数字，正在更新呢。你看你太太没上过幼儿园，她不会。我都不会。她告诉我的，正在更新。你回去你教太太，太太岁数都大了。你回来你得教我。姑娘，听爸爸说，看着爸爸。你是带着使命去上幼儿园，你不是像别的小朋友一样到年龄了去的，你是学习好科学文化知识回来教你太太和你妈妈。对呀，对不对？我要去那个大恐龙兽，我要去大恐龙兽吧。那得咱休息呀，你学好科学文化知识啊，到时候你一出去咱老父亲脸上也有光啊。那你看这我姑娘啥都懂啥都认识，教她太太教她妈妈吵。你看看那多好，你是带着使命去的，知不知道？姑娘、那个、再拿着完了到时候让焦老师给你冲，非常好喝，喝完会飞。走让他们瞅瞅。哎，你看我姑娘拿着了，走，完事咱开大飞机去。走。行走，好孩子。行，大恐龙飞机没问题。走，爸爸给买大恐龙飞机。嗯呐，好好学习，姑娘啊，全指你呢，咱家里，你就是肩负着家族复兴的使命啊！快走，姑娘，有管趟的，来。那有小帽子，没事，走吧。走，这边走，好孩子。